本都不会这么巧吧？不去找 Steven 要钱，反而跟踪到了公司。说吧，跟踪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跟踪你？拜托，这位先生，按照你的逻辑和理论，是我先上的电梯，我有理由怀疑是你在跟踪我吧？你不说，我报警处理。你这个人！ 你这个人有被迫害妄想症吗？烦你早一点去治。作为一个男士，不求绅士，但最起码的礼貌是要有的。就比如说，你现在还欠我一句道歉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现在就道歉。连我在基层都调查的这么清楚，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发现自己理亏了？ 各位领导，早上好。副总好。这位是你的新助理。 夏小宁。